吼，来牵枝条的吼。所以，即个身躯也是好，就是你家用的好；即个身躯若是歹，就是你家用的歹。嗯。即够无？足自然的代志，足自然的啦吼。所以，咱若讲，咱若要去学，够遐简单。要广学哦，你要学到足宽，啊，要真正去甲研究、研究就是真正你去甲深入，啊，去甲用出来。甲研究，你爱甲实验、印证嘛，咱头拄仔讲去甲证明、甲证明出来，这无简单哦，吼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哦。更加何况讲你爱消灭傲慢、火慢的啥，迄个傲见啊，更高的心。所以先生，你伫厝做是大人，做爸爸妈妈有威严无？嗯。啊。嗯。我甲你讲，你唔听哦，我要甲你讲啊哦，敢会？哈、啊。哎，囡仔细汉，你就不用在甲讲。囡仔若大汉，你搁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安尼，我要甲你讲哦，你家会在甲讲？袂。你袂安尼甲讲啊？你手嘛袂安尼啊？你会安那？徛就无共款啦，因为咱已经老老垂去啊，囡仔大汉啊嘛，吼，敢是就无共款啦。啊，但是细汉会较危险无？细汉会较危险，大汉就袂较危险啊。啊，为虾米？因为比你较大汉啊，你要较危险啥？啊，咱讲的。世上人讲一句话，讲袂听，大汉啊，管袂行，敢是？其实囡仔吼，毋免管，你嘛毋免甲讲，你要做互伊看。所以过去有一个影片，一个爸爸妈妈伫头前食薰，啊囡仔对伊外口，对伊后壁嘛是伫遐咧食薰。爸爸妈妈伫遐拍，看到粪扫，甲拍到边仔去，无捡起。迄个囡仔伫后壁安怎？看到粪扫嘛，甲拍落去。但是各位先生，咱想看卖啊，你咧做的一切言行举止，你的举止动作，你的囡仔到底好？嗯。伊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，我爸爸妈妈就是安尼，我做出来嘛是安尼啊。各位先生，所以咱拢讲，我这个机会无平安，但是我这个机会安那，爸爸妈妈有足重要无？嗯嗯。足重要的。囡仔卖念，嘛卖讲。所以人讲，咱只要对囡仔就是爱关怀、关怀啊，甲关爱。你只要甲关心，吼、哦，甲关心啊，甲照顾，毋是一直甲伊念，一直甲伊念。我讲你一直甲伊念，一直甲伊念吼，念到尾啊，伊头壳会安怎？伊像念经吼，念经阁有效呢。迄毋是念经吼，迄念到尾啊，迄囡仔会，迄头壳会从啊，伊会从啊，迄病毒毒素会读愈多咯。愈讲啥，愈讲袂听。所以你倒不如，你著甲嘘寒问暖，食饱未？啊，穿好少吼，啊，要出去啊，较早回来吼，安尼，就简单。啊，有家己款食，就安尼家己讲。啊，今仔还有啥物代志要甲我分享？啊，若讲无吼，无好。啊，你若有代志吼，要有甲我分享，再来找我。对大汉囡仔是安尼，啊，对细汉囡仔当然就是爱多沟通。其实，自细汉你若愿意交伊沟通，沟通就是啥？伊讲的话，你会当鼓落来去听看伊的意思。毋是讲你拢要用家己的意念做一个事大人的意念，讲我讲的较是对的，恁囡仔就是唔对的，敢是安尼？嗯。但是咱大部分拢是要甲阿弟嘛。东方的家长吼，是安那咱即卖社会犯罪学，他关迄个陈讲师、陈师傅讲师也是辅导，伊是迄个张老师专线辅导老师，啊，我们都有互相就是都会有联系啊，阿弟有时候会指导后续。其实现在90%的犯罪来自于那个家庭，都是亲子关系不和谐。嗯嗯嗯。各位浅浅，咱听亲子关系无好哈，就是老爸、老母、甲囝拢无袂好哈，讲无话，袂当沟通。啊，咱家想啊，像较大个囡仔，较古锥，迄囡仔细汉有古锥无？啊，若大个想要甲拍死。各位浅浅，哪会安尼？嗯问题到底出在哪？是不是是大人？有时候我们的念头，有时候也是控制不住。那一个我慢的心，上面我慢的心，就是过去心、过去的习性毛病，无去改改掉，用迄个过去的迄个习性来教咱的囡仔。啊，囡仔就会遗传啊。那咱在讲啊，家族的命运要改变，必须要去除家族的毒素。一个家族内面吼，会源远会顺时，甲一个家族话了恰恰拢伫遐咧话好顺，恰恰伫遐咧冤家。其实这内面吼有足侪不可控的能量，包括一个人会做摇摆，会做傲慢，足侪我执我见。各位浅显，
你敢知？迄嘛是毒素呢。一个做摇摆的人，你计摆摇摆，伊够有法度？伊控制袂了，因为伊的本身的神经毒素，伊的镭射咱讲的伊的细胞的基因，都是安尼啊。所以咱若看到这个人，咱来先来安怎？来，一样默念一个字，来一起念一次。